制地图，那他说你一开场要选一半的女巫、一半的猎人，那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这到底玩不玩得成啊。反正我们先进去看看，然后这个，然后等这地图过以后，我们之后再去随机 random 其他就是可以玩躲猫猫的地图这样子，因为他这次特别要设定一半的人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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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己随吗？给他自己随吧。要给谁吧？等待玩家还有谁呢？是孟娜，孟娜没准，没有准。等我一下，我按准备吗？孟娜没有准，对对对对对。哦，那是女巫。哦，他是这样分开的。我是累了，哦，怎么只有四个那个啊？哎，因为我怎么变了？人数是奇数吧？人数是哦，对啊。哎，我被关起来耶，那我要怎么变啊？没有没有，我们要他，因为他原本设定的问题，我们会有让他们躲藏时间。可是这应该是那个哎，不对耶，他基数就是随机挑一个人当观察者，我是观察者啊，白痴哦。完了，那就找一个人哎，这样子女巫少一个，为什么？没有没有，女巫是杰瑞啦，杰瑞是女巫，因为你看他在第一名，因为他的分数包括少他在第一名，所以要被拉上去哦。对，等一下我闪退了。我刚刚在普攻椅子就闪退了，所以是五个五个没错嘛？五个五个啦，五个五个啦。我按 tab 看不到团团哎。啊，我是观察者啊，他被观察者。观察者，对啊。我以为连观察者到底说是可以看，没有没有。不是，这密室逃脱真的出不去，我要怎么出去啊？白痴啊！还是这门要怎么开啊？这门要怎么开？太密室了吧？我看不太懂哎，我打开第一个门了。你怎么打开的？怎么开的？我出不去啊！猎人的柜子后面有一个拉杆。哦，我看到了。哦，女巫，你们加油！拉杆是可以拉的哦，为什么？可以可以可以，你就靠近他。我是按一还是三？对，女巫的话，哎，我回来了，就开了。那个团团可以变成主视角，我变到隔壁的东西去了，白痴！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哎，开门！我也是隔空变身，这个脸好恶心！我到现在还拉不到我的拉杆，他被书架，把东西打开一点，他把书，他书架卡住的，我被书架卡住了，太帅了！原来我一直以为他的密室逃脱是四个人、五个人一起解，原来是个别解的，是自己一人一间呢。一人一件，太白痴了。那为什么你是？我已经把整个房间拆了呢。因为你是按什么键互动？我按什么键？花了。有。我是直接过去把它踩下去。变身就不用动了吗？我也是蹭过去，然后它就那个，它就开。哦，我看到开的。哎，门是不是蹭不了啊？没有，就直接去，你直接去踩那个开关。小雨一脸懵。女巫嘞？女巫有没有女巫逃出去的？我没有，还没，我不懂，没有。就你爬那么高，最后在这边，女巫也跑出去吗？不到他。嗨，我跟女巫汇合了。哎，汇合了。过这两关，猎人过两关就出来了。哇！我看女巫房右边有一块石头。等我一下。你要爬高高，然后跳到那个拉杆上吗？感觉女巫也会过来耶。这等下是要打起来了吗？不知道哎。那个女巫旁边的石头，其他地方就可以开门了。请问猎人过第二关是要跑？女巫的石头，石头，有石头，门右边有一块石头。第什么意思？猎人第三关就你就四处走走，四处走走就知道了。嗨，这个石头，小雨来了。一个是白白的，怎么拿东西？他也不能拿东西啊。石头，这个吗？是拿什么放在上面呢？我刚就丢这个吸的吧，柜子吸的卡。你们跟猎人解法好像不太一样。我看到了，这个吗？这右后面哦，右边的最后面有一个凸起来的石头。基本上有个比较不用的话，对，女巫是不能变成石头。然后你按长按左键可以变回女巫。长按左键可以变女巫，变回女巫了。哎，长按左长按左键哦，有位有位有位哦，你们好屌哦！剩三十秒，剩三十秒，够了。时间不够哎、欸，对啊，时间是不是要再长？你可以再长吗？没有，我拉到最长了。那游戏是没啥救了，没啥救，我们还是没办法去正常躲猫猫。对啊，我们体验一下别人做的大概长什么样子。只有你们体验，我没体验到啊。好难过，掉下来了，我掉出来了哎、欸，你掉出来了，很开心，掉出来了。七个他每个门，他要开
几个门呢、啊？哎、欸，不是吧？怎么这样？打我？这样吗？不是这样吗？你出来啦！你出来啦！原来是我，我出来了。畸形鬼，这是挂机，好难懂啊！对啊，我啊，真是女巫，我们在挂机耶，好麻烦哦。啊，没办法，那我再重开成正常的体验一下啦，看就好了。看完了，看完了，看完了，看完了。是啊，还哭着。超级不懂到底在冲啥的。对啊，毕竟他不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官方的嘛。那个叫什么？不是解谜地图。那接下来我要怎么调？我们才有应该是按 random 就好了吧？然后那 random 十一个人，我们要几只猎人？两只。还是三只，先看看两只可以吧？这也可以先看三只吧。看看两只或三只，就先试啊。如果觉得哪边太强势，再换啊。好，搜索时间它最久可以拉到十分，我们刚过了十分钟哦，有吗？为什么觉得有吗？没有，我觉得开台才八分钟哎，到八分钟，别骗了，别骗了，没有没有。刚记得我拉到，我可以先把躲藏时间拉35秒了，就是刚刚一开始猎人等的部分。OK 好，创建游戏。那我记得、他第一场应该是先抓官方地图。那等我们玩完这个以后，他后面才会就是有一个会有一个随机的玩家地图可以选这样子。嗯，好吗？好。这一张应该是新的哦，这一张是那个瀑布。偷看。偷看一下。我也想偷看，但我一按偷看就会变准备好了。对，偷看就算准备好了啊。对，那个大家可以加喽。好，加了，加了。好，那我因为那个头像哈记看了会不会出事啊？应该是的，没事的，没事的。他头像不会动，没事的。你连自己头像也不错，头像不会动。十个，差一个，差谁？哇！又是我，又是我，又是我，又是你，没错，就是我。哦，这个地图很嚣张哎！哦，这个不错哦。嗯，哇，可以当一条鱼哎！哇，鱼呀，底下收来收去，收来收去，结果他的是猎人。那他就第一个，我要钓鱼在这原始森林，所以他可以被传送。石器时代可以啊。杰瑞帮我按一下准备哦。哎，我看到一个插着的西瓜，哎，好酷哦！哎，我怎么怎么在这里啊？你看我的头，你看我的头。哎，怎么有？那个好像可以去外面。白痴啊！我是阿旺的。我刚想说是阿旺。我想要看阿旺的哇，太酷了！我的，我觉得我的超明显哎，我的什么耳朵啊？我的 skin 超明显，那耳朵是预设就有了吧？哦，这水流是会，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截到什么东西呢。我上次就有这个耳朵了，他有送一些东西，不是？它是石头会裂开吗？好酷哦！应该是吧？我们来喽！我们那个哦，我跟你讲，猎人是被关在一个洞里面了，然后。然后我被水冲没死，我被水冲走了。水冲走，那这个水不会倒，掉，手在看流走了。哎，对啊，这水会流走，是怎么回事啊？它是有一个推力的。对。对啊。酷哦！有人被打了。哎，我捡到尾刀了。为什么？开心尾刀。没有，就很奇怪啊，很合理嘛，露在火旁边很合理啊，我就想打一下、啊。我想起来吃两口啊，他怎么知道我跟你讲，我的超级不合理的哎。哎，孟娜，鸡在叫，鸡在叫，鸡在附近叫。你死掉是变什么？变成猎人。观察者。OK， 那这样我设定对了。十分钟也太久了吧，我的天哪！我的地图很大哎，你知道我们现在找到一个人而已。真假的？对啊，我们才找到。这里本来还有一个跳电，找不到跳电，我只能跑去那里了。对。你把他眼睛打掉啊！这里也还有哎、欸，还在啊，还在啊，还在这哎、欸！大家都是鬼！短用用用用用用！哦，这个我也好哎，怎么打不到这个？哎，你在说谁？哎，有两只眼睛。等一下，我在调音，我在调音量，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哦。哦，我应该也要戴眼睛的，好烦哦。戴眼镜。
我戳瞎你眼睛，被打爆了，戳瞎你眼睛。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哪里呀、啊？刚刚的不见了。哎、欸，呜嘟嘟嘟嘟嘟嘟嘟，超级路痴哎！啊！香蕉，大香蕉！啊啊！我被水冲走了，白痴！来啦来啦，谁啦？跟我来！这个啊！哎，都找到我了！哎，加入！那个洞啊，一辈子！我刚刚找到哈奇，结果被水冲走，太久了啦！不要打眼睛啊，会瞎掉，不行啊！我来打瞎，戳瞎你的眼睛。哎、欸，戳到了！哇，西瓜掉下来了，好好笑耶！我很开心。你有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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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不合理的啦。嗯。对，我鸡在叫。扭鸡。啊！没啦，好烦哦、喔！哎呀，女巫被发现啦！女巫怎么丢不到啊？还让我变石像一下，不要动！他跑出去了，快有个石像！我看到，我看到一个女巫！哎、去死啦！卡波特在那边看得很开心的、啊，你以为石像我不会发现是不是、啊？我救你，救不到你！真的不。在站很久了、欸，还躲啊！石像，丢到海水里面。白痴！你知道下面有个那个山那叫什么洞穴，然后丢那个鸡会有回音，它会 grrrk。这么可爱哦！打爆你的眼睛！啊！哎，这边有一只，这边有一只。那你天上哦，有人很皮，哎、欸，我看到了，欸、没有没看到，还躲啊还躲啊，太稀了，好爽哦，哦有近战哦，对、欸、那个 V 111 V 吧，我要去调一下按键，没，好烦哦！先把团团抓住，超死了，对不起嘛，好死，记者，我是萌萌大眼睛，萌萌大眼睛，闪亮一闪一闪亮晶晶，戳瞎他的眼睛，你怎么记得啦？啊，戳到了，萌萌大眼睛，是不是播放键？安迪喜欢吗？好烦哦，到哪里都怎么？好了。好的啦，超大杯。好的啦，哪里？哎呦，这里亮亮的哦。哪里？阿基那边是不是？就剩两个，剩阿团跟杰瑞。杰瑞跟团团，杰瑞也太安静了。有杰瑞好屌啊！最后一名女巫。我是酸亚啦，奇怪、欸欸，这里有，洞穴里面，哪一个？这有打到了，一把剑，哎呀，好久、啊，天光行太久了，那要出去调吗？要调一下，调一下，要重来呀，返回主选单，开始游戏。我有第一个会死，知道？因为刚刚你们刚开始不是有人有爬上去到一个就是有一个餐桌那边，然后有人一直狂吸。然后是我，我其实是在里面其中一个酸呀。你那时候被埋在里面啊？没有，我被埋住了。哎、欸，我是蛋糕、欸，哎，是那么大蛋糕。怎么你是蛋糕？你根本就站在那边没变而已。他帽子蛋糕啊，帽子蛋糕，帽子蛋糕。而且繁星抓到我没有抓到波波，我调六分半哦。好 ，OK， 那闯剑，那应该还是先一张官方。哦、okay, ，这个好像是玩过的吗？我当大妈猎人，我闯了。好，
加了。你看孟娜没抓到你，我怎么会赢？都你抓的哎、欸。OK。无尽开抓。这里有，这里有。All right。这张，哎，这张没有玩过，这张。哦，真的吗？这张没玩过。如果是新的话，它会有一只超大的蜘蛛。哦。它有一个超大的蜘蛛，听起来太可怕了吧？哎呦，在哪里啊？蜘蛛网。哦，我看到超大蜘蛛了，我看到了。哦，看到了。肉弹冲击，我要选肉弹冲击。那个蜘蛛蛮烂的，真假的？真假的？对啊，那个蛮烂的。那我要取消，谢谢你。OK， 都到了。撞到人。啊！我没有看到蜘蛛哎，可以啊，你滚过去会听到哇一声哎！哦，我看到了，好大哦！还好他不会动。哎呦，哈基，你不要抬头哦。啊，没差了，游戏没差了，不要现实中就好了。OK， 好好。为什么？为什么？我连续三场，连续三场，这是对的吗？我也想当躲的。哎，我为什么是观察者？奇怪。哎，人数上限。刚是在观看吗？对啊。可是之前观看也观，因为可是之前观看，可是我刚刚也是变那个。对啊，哎，好怪哦，因为我没设定，跟刚刚设定一样啊。还是这张图有上限人数？不太可能呢，他就写16人最大啊。对呀，待会再看看下一场。哇，那团团你要播报6分钟？我又要在旁边看。你还有一个很快的方法，比如说就是跟我们讲他们在哪里，你就可以很快的看。哎，他这张地图很恶心哎，他是他那个底下的灵魂都是一堆手被压扁的人哎，好恶哦，太恶了吧？小娇 ，B Bobby。逼跑逼旁边的我逼跑的水晶都要跑出小蜘蛛，好恶心！对，超恶心，蜘蛛超多。逼跑逼跑，超多小小蜘蛛。这边刚刚有一个人，亮亮的哦。我啦我啦我啦，哇，你变这也太可爱了。我的头是火，我的头是火炬哎，够亮吧？我是火哎，我很火，对吧？哈，好可爱。小鸡，你可爱吧？努力一点，小鸡。这张地图很大、欸，好了，因为我刚不敢把时间拉太短。掉了，哎、欸，还在，那个是假的。这附近没有啦，不是啊、看错了，看错了，没有，有一只曼陀罗，可爱。什么意思？曼陀罗不是要一直哭吗？哇，哎、欸，他那么写那么多，原来曼陀罗是我，没抓住，被鸟巢卡住了，血超厚。哦，好大只！好，这是没有人躲在里面，超大只。好的啦，超大只，超大只，好啦，超哇，这个是第一名大南瓜耶，又想变。哈哈，在这里。这是有人在这边啊？这个人有他这个人进得来吗？哦，这种人像熊猫团一样捕猎人房啊。你可以试试看啊，没有看到，可以看，你可以回去再看看，可以试试看。我已经回来了，不然你现在回去啊。我刚过去过了。哦，是哎，刚墙角这一不见了。你血太多了。哦，这个位置北外在哪里？这个是屋顶。我也抓到了，被抓到呢。繁星，还有四个了，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应该很难找到。你那个真的蛮难的啦，我觉得真地困难。哎呦，有发霉的起司，发霉的起司，起司本来就有发霉的。发霉起司，没有，它是整块绿色的。起司是发酵，是发霉，对，是发霉。哎呦，那个不是什么蓝乳酪还是什么的蓝带蓝，就是它上面不是有蓝色的纹路？猪排吗？蓝猪排吗？蓝乳带猪排而已，带鸡排。他跑，哇，那他一定很香。真跑上去了，去哪了？这边，好大，完全没看到人。哎呦，这附近，哎呦，曼陀罗，曼陀罗了，他不是
曼陀罗。棺材板，棺材板跑掉了，变成松果丝了。我好像很好吃，好饿哦，好饿哦。男男棺材板。啊哈！哎呀，这里亮亮的哦，是亮亮的哦。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哪里呀？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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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刚有干那件事情，我一丢，想要丢旁边的鸡直接弹走。鸡可以一直打他，让他一直把他往外推，让他弹来弹去去找我呀。太神了，太神了！剩杰克、杰瑞跟孟娜。嗯，我没有，我没有动过，我也没有动过。完了，力度太大，那东西好多。而且很多很恶心、啊，而且好好大一张哎，它还有上层。对啊，我跟你们讲说，没有，我就不敢，我就不敢动了。可恶，怎么你怎么知道的？没有，要逆向思考。如果我是鬼，会多大？姐，你是鬼，你是鬼、啊。对啊，如果我是女巫，我是鬼的话，猎人要哦，那不是人吗？对啊，应该是人。我们现在是鬼、啊，抓不到。我刚打到一个人，然后他消失了。心态要没了，这太快了吧！心态要没了，我跳不上去，消失了。我这边有人，我这边也有。哪里？哪里？Where are you？ 腾腾腾，哪里？好像走掉了。看到你，在这一带。你怎么看得到我啊？我刚好看到一个芒果，又是你。可恶。哦，这边这边是有人，有人变成肉蛋耶！肉蛋冲击啊！在哪里？等我的鸡，等我的鸡。专门抓猛男，真的蛮刺激的啦！杰克是完全不敢讲，这是真的蛮刺激的啦！知道他吗？你们全部人就是包围着他，然后每个都踩着我，不敢动。超危险！我一开始还蹦蹦跳哎，这游戏好难玩啊！刚好我看到那个团团那个小鬼魂，最右边是那个，就是最右边都是那个工作坊，对吧？哦，来看一下，这样团团进来啊，十一个人啊！团团，如果你先按准备了，我按准备啦，按了。按的，哎，那先准备。哎，这张有玩过，那我玩过哎，这好像应该是我以前载的，以前载的，以前载的。哦，没事，实际上我没事，我都没印象。猫猫，我都没玩过。对，大家都没。我总算不是猎人了。没事，我是猎人。所以是有人幽灵的吗？有人有变幽灵？对啊，没有，没有，这一次有十一个人啊，看 tape 就知道，看起来蛮正常。OK， 那你看他现在观察着那个就会没有进来。因为我刚上一场也是關掉，阿波，这是你哦，这好丑，什么好丑？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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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三个三个人哎、欸，好开心耶、欸，三个鬼，好开心哎、欸，我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为什么这么快就找到？你这么快就找到？鸟亮亮的、啊，我也不知道在哪，鸟亮亮的，鸟亮亮。鸟亮亮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老亮亮，哎呦哎呦，不是这个、啊，啊还有还在亮、啊，哎呦，这好大哎、欸，这个还有一个城堡哎、欸，什么？刚走掉了，哎、欸，附近还是有，还是有，没有还是有啊 ！Happy birthday！ 有人打到了，有人打到了，是吗？哎呦，好紧张哦，对啊，可是我感觉那个会不会是变的、啊？哎、欸，又没了。那个是谁啊？谁在走？一个水果，有一个水果，有一个水果在跑。请问那是被你射的水果吗？的，嗯，会跑。懂的。哎、欸，这是我要继续，我要继续穿他那里。哈哈哈！还是他用诱饵？对，我在想会是诱饵哎。哎、欸，那个是谁在飞的？那个眼睛是谁？回来看一下。聪明。哦，这附近的确有一个。哇，这个是死尸住在深海的大缝里的、啊。我要变东西啦！我看到了。宝宝。没看到哎、欸。嗯。那个眼睛往右边看。没有啦。
就你！我变走了，我变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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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走了啦！变走了啦！就你，变走了啦！就你，我变猎人了啦！你看你啦，好开心哦，多一个！好耶！好耶！猎人伙伴。猎人小伙伴，哎、欸，这怎么又有啊？谁躲这附近啊？天啊！对啊，跟你躲的其实蛮近的、欸。谁、欸、啊？好近哦！不是女巫。好处。谁呀？有说什么三个躲一起躲一样？对啊。夸张哦！哇，这是怪啊！鬼吗？谁躲在这边啊？谁？他是鬼啊！他是鬼啊！他是鬼啊！怎么了？哦，我以为哇，我飞过了！大家都。自由奔放哎、欸，把街上跑来跑去，哎、欸，那个眼睛不要害人、欸，那个眼睛不要害人、欸、眼睛帮忙看一下，眼睛帮我看一下，看一下，帮忙看一下，眼睛，你有什么话要说？这里二楼，哇，我被打中了，什么传染？你有什么话说？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啊？啊，欸、有一个左选，啊，就有个要就有个大蛋糕啊。蛋糕很好玩呢、欸，臭骗子，跟假的吧？假的。可是应该在这，还在这，什么话要说？来，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木头，这边有个木头。不要！那个是真的哦。木头是真的，还在这里啊，还在这里啊。什么意思啊？哇，你好精彩哦！好恐怖。啊、我刚刚是帮你清骗人的啊，打到又不是冰山，明天还很久。啊，你不懂、哦、要庆生的话，可以帮我庆生啊，好不好？我明天的节目，明天，我结个庆生来对抓我。啊，不行啊，你抓到我的、啊，所以一定是你。笑死！你说我切蛋糕是不是？抓到了啦！我从一开始我就躲在这附近的，超多人的、欸，超多人，太多箱子了，东西太多了。Yeah.啊！我掉下来了。然后我本来是躲在一个就是箱子底下的锤子。箱子底下的锤子也太困扰了。我、哦、这里有，这里有。你好会找哦。对啊，厉害、哦。鸡怎么那么假的吗？不是假的吧？哎、欸，里面可能在里面哦。有感觉、欸，有人会躲在这边啊。有感，我在这边。啊！你们没人躲这哦。你这里。打棺材板，他这个他技术很紧张。棺材板下面，棺材板还有，你有什么话说？快跑！你有什么话说？你这里里面蜡烛，我憋不到。你有什么话？猛的，又是我哎！还有哎，连点这么快啊！这边还有，这边还有，还有吗？我来了，机关枪来了。机关枪来了，我不知道打什么。你刚打什么？哎呦，那有被打到！我现在想说，我要动吗？明文在哪里？他在城堡这边。其实变球有好处的，完全不受地形影响，直接全部撞过去。全部撞烂。耶！钢球了。城堡这里是不是？旁边有什么？城堡后面，音乐 Give me a sign。哎，为什么变一下就不见了？这么亮一下就不见了，奇怪哩。你也给点提示啊！我在有一个猎人附近。我啊，谢喽，谢你。我躺在这边吗？就我这里啊，我这边有在亮，我这里有在亮。城堡后面。啊！耶！哇，音乐放水。跑太久了，是不是？我刚刚没有变，大概五分钟，然后他看大家跑来跑去，最后一个风才被他在城堡最里面，我在屋顶上，我不是在里面，在屋顶上站那边，我在那边站着看大家，没有变。我本来也是在屋顶的，不小心滚下来。刚好对到眼是不是？然后就被我看过了，确认过眼神。等下这张我知道是什么。那个很大的那个，哦、对，张有那个超大的金字塔。哎、欸，好哎、欸哦，要变金字塔，血量300的嘛，我记得。打的要死要活。原来这张也是玩家地图。对啊。哇，好大。谢谢。好，我帮阿基说的，我帮阿基说的，我帮阿基说的。F， 谢了，谢了。谢谢。好多东西。帅。没有准备，阿基在挑技能。
嗯啊，我不能变金字塔了。那我们去打金字塔吧。啊，金字塔在哪里啊？介绍一下。介绍一下。那在山上。最高的那个塔。对，最高那个人，对对对，往下。哦、我打好亮、哦，打到手断掉。哎呦呀！什么灯吗？我刚下一次按了一下啊。干嘛 ？Reload 太大了吧？这是 Reloading。谁啦？啊！有个超大的。谁啦？这很靠腰。有金字塔在滚啊太受欢迎了！下去了，金字塔，好玩笑吗？我下来喽！勾出一个女巫，我这是假的。我很勾到一个女巫哎，这么强！好大耶，那个金字塔没有了，去勾去勾那个金字塔，你不要勾它什么？是金字塔，好歹也好好的站着啊！我吓死我了，有站好，人家有一点累，歪着躺着吗？不是啊，每个金字塔都有陀螺的梦想嘛！我让你躺平，你直接堵在那个猎人门口，很难打你。你要再用这个吓我了，不要快骂你。哦，原来这个是宝宝，那我要。一直跟着他，你很坏，拍一个鬼鬼，眼睛飞高一点，他们就会变，他们就越来越无力，哎、欸，飞高一点，干嘛啦？干嘛啦？可怕，我会被吓到，太容易受惊了吧？确实，他可以搭配技能，用那个眼睛，然后再放那个鬼。对啊，很爽，他可以哦。原来刚刚是你放了，但他好像消耗的魔力会比较多，会蛮高的。因为你放鬼的时候，你的那个魔力会变慢。对，嗯。哎，丢狼啊！嗯，在那边挂机休息一下。你怎么这么爽？你好像很开心，很赞。哦，你好像很开心哦。没错，小雨出来了啦，小雨，找出来，有办法找到我，找出来。好像很看不起猎人哦。哎，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谁这里？好，我跟阿旺这里有一个。什么？哦，那个杰瑞乱甩，往撞开，不要玩弹跳床好不好？撞不见，乱摔哎。没有啊，你再丢一下机会。躲在那个女巫躲在那个边边哦。看你的鸡没有叫了呢，你没叫了。哎先试个东西好不好？那个你们有人在那个放个鸡，我眼球飞过去看看，我很好奇。好，我丢了。你丢在哪里？哦，你在那边会不会感应到？哎呦，会，哎会，干扰他，干扰他。会哦，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啊？好皮哦！谢谢你哦，我的天！哦天！哎哎，怎么了？哎，什么？我这边确实有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眼睛有鬼啦？哦哟，好烦！到底是眼睛还是眼睛很干扰？哎，到底是眼睛还是女巫呢？可是我这边的确是有亮，可以找看看。有亮还是有亮？有亮，有亮，有亮，有亮。这把怎么这么难找啊？有料，哦，臭眼球滚啊！对，来打虾，玩家的都蛮大，室外是蛮大，世外桃源。哎，这个球撞到有伤害吗？有啊，走开啦，眼睛！我一拳揍爆你眼睛！近战给他一拳。戳瞎！打到东西了，有人打到东西了。是他，他是弹走了吗？哎，怎样？我刚在这里打到一个木板呢。哦，他有哇的声音，他变了，他有哇的声音。在附近，在我跟梦拉附近。哇哇哎！哇哇，在哪里呀？他啊？哎，我看到了，这边，他在那个，我看到一个杯子，他往那个一楼走。走廊，哎，这是假的吗？哇！天哪！哇！有眼球啦！对六的，好好玩啊！好过分哎！哎，刚刚那个蛙不见了，
哇哦！哇哦！哇！哎、欸，现在女巫变东西变强了、欸，她会有一个自己乱跑的路径。哦，你是说多一个女巫出来是不是？假的假的东西。小雨刚是你哦，对啊对啊，对啊是我啊。好爽哦！他只要变着，他就会自己乱走乱走乱走。就是你帮他走一小段路，然后甩出去，他就会自己哦，对对对对对对。眼球你想干嘛？眼球眼球。没有啦，还敢皮？你不要在那边找了啦！这边真的有嘛？真的有？找了啦！我不管，有鬼！这边肯定有鬼。在这啦！你们在哪里呀、啊？好好奇哦。对呀、啊，这有鬼啊！在这啦！用咒的啊？哪里呀、啊？这里有、哦。可以咒一堆东西。你打东西，刚刚是哪一个女巫？我躲得好好的，你带人来干什么？对啊，喵！结果牺牲的是喵哈。不是，我旁边都不敢讲话，那边脑子在那个紧超久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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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刚到底是哪一个人经过那里？气死我了！我吸到一个娃玩偶哎，然后不见了。所以你是被打那个娃吗？不要再打那个！我不是你哦，被害的，被害，被害，被害。那个，我有看到你打到那个娃，打两拳，那个娃两下哎。那个娃应该是假的吧？对，然后我就，然后我在那边目睹了一切，然后你们那个鸡一直侦测到我，气死我了。啊，就有一个眼睛在那边晃啊，找不到。找不到，一颗宝石，哎，你不在旁边，对吗？我是旅行小背包，我是一个小蜡烛，我也会是一个蜡烛在上面看着大家，我也想变金字塔的书，我只是想要让金字塔转起来而已。最右边这个好像也有玩过嘛，有点忘记是玩过的，不知道哎、欸，就除非要出去，到时候挑。哦，所以眼球是 Meta 是不是？好，啊、玩眼球，眼球人都不管啦、啊，去玩眼球啦。替身攻击，替身攻击。哦，这个地图不好躲哎、欸，这人图呢、啊？人图？鬼图吧？鬼图？鬼图呢？鬼图呢？哦，这玩还好吧？我记得这张很多地方呢。这张鸡随便丢随便找啊，对啊，这鸡这是鬼图啊，因为都是室内。哦，鬼图鬼图，对，鬼图鬼图啊，室内图，猎人图猎人图。今天是不是有点代沟？到底是鬼还是人？我不懂哎。喵，你们又是猎人？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很厌世。喵哈不知道，喵哈不知道。这里我真的是不没有头绪耶、啊、你可以站在这中间让我揍一揍。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哇真的是没啥好躲的我不管 啊我开始出窍飞的我开始出窍乱玩啦、啊、看到了看到了太快了哎、欸、我上去二楼这里喂我看到鬼魂从这飞出来哦！哦，是谁飞出来了？哦，好晕，好晕，好醉，好晕，好醉，好晕。熊猫团团，你过来！一起丢，一起丢！没有，我跟你讲，你们可以不要配小鬼，你们可以配蘑菇。哎哎哎！我现在是配诱饵啦！啊！啊！没魔力了，没了！不是我一被眼睛被打爆，所以一传回来我就被揍了。啊！我还在调位置啊！好屌！我卡住了，你们两个没有？是从哪边出去？有锁出不去？这里啊！我刚门打不开耶，完全。我卡住的，我可以去救你。没救我！没抓到你，不是在打在坨东西吗？对啊，我抢着跳，呜，我就去打了。被发
现了。万圣节。嗯，还在一楼哎、欸。万圣节。一楼的是谁啊？火鸡。火鸡丢不出来。嗯。哦，这里有图书馆，图书馆。那蜡烛一定是假的，我看一下谁哈，上面。你就不要走嘛！我什么串团？为了我直接就走的，我才不丢。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还有，音乐这里。这里也还有哎、欸，不知道在哪里。哦，来，我全部吸起来用走的。哎、欸，真的哎，好多哦。不知道是不是楼上哎、欸？图书馆还有。哎、欸，我看一下哦，你们楼上不要看了啦，不要了啦，真的不要啦。可鸡不叫了，要呢啦。应该是楼下哦，小雨那边楼下。楼下吗？对，楼上没有。楼上没有啊？是我发现。怎么了？怎么了？发现什么？没有，我变了那个东西，下面变的那个东西，好像蹦出一个眼睛出去。等一下，我是压的第一个人吧？哦。你如果你本身是夹住的位置的话，你丢眼睛有时候它会直接卡在里面哦、喔，它会卡住，没办法，对，它会卡在里面，我会卡住的。是在楼上啊？哎、欸，对，我感觉在楼上。我去看看楼上。给我跳起来！怎么？太大力了！啊，把揪，把揪吃把揪，啊，揪夹把揪，把夹把揪，把揪夹把揪。你是白痴眼睛在这边搞？就是你白色眼睛，白色眼睛，打破眼睛，有两三颗白色眼睛没闹啊？哎，打掉了，跑出去了。哇，说都是亮亮的，结果都是白色眼睛。多干扰。在哪里？好晕，好晕，好晕！走走走！啊，我在压着嘛。没有，我用揍的，我没有在客气的、哦。你很坏耶，沿路揍。这个门是被关住了吗？我出不去了。这里还是亮的呢。哦，白痴眼睛走开了。白痴眼睛，好气啊！白痴两颗，白痴。没有，两颗眼睛蛮正常的吧？确实，确实，除非你是海盗。白痴眼睛怪。这样海盗会算你种族歧视吗？没，这里没东西。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好难跟我想法一样。丢香菇，好扯。对啊，可是应该没有。可是香菇也很好用哎、欸。香菇不错啊，就丢那种门口对。哎有哎、欸，这牌是白痴眼睛，应该是白痴眼睛。没有啊，这里没有哦，有哎、欸，有一只眼睛。在墙外面。对啊，有一只眼睛。因为刚第一丢下来的时间它没亮。哦哦，对耶，聪明哦。杀谁啊？不要打掉了！底下我们只要先把哈基的白痴眼睛找到。哎、欸，这边呢、欸？哈基的白痴哦，好像这样有哈基啊。这边好像有哎、欸，这应该不是眼睛的，这不是眼睛的，这是眼睛后来来的。也有啦，眼睛后来来的。我一直都在啊，我一直都在。没有啦，眼睛过来，眼睛过来，眼睛打不到哎、欸，这东西怎么那么难打、啊？没有，里面吗？我收到，在这里，叫声，哎，打错眼睛了，打错了，打错的啦，还有哎、欸，哎，在哪里、啊？打掉了，错眼睛，快换眼睛，快换眼睛。你在哪里？我是眼睛啊 ，you， 你又眼睛了，对啊。打破你！咚咚咚咚！哦，我看到了、哦，方向是从这边来的哦。哪里？楼上楼下？嗯，楼上吧。眼睛过来！往这附近没有？过来吧！打烂我，打烂都没反应，打烂眼睛了。我眼睛好痛哦！我关了他两扇门，他不能开那扇窗，他不能上厕所了。穿穿。哎、欸，我这里有没有眼睛？我这边有亮。哦，有亮，快点！对啊，这有亮。看。哎、欸。哎、欸。好。我、哦、这里有三层哦。哦。啊、有暗雷，谁？一楼。
一票当选，还是我们待会出去来选那个我新载的一些地图？嗯，好，可以啊。我是一堆漂亮的眼睛。哦，这个是屋顶的那个，这个应该就不会抓那么久吧。你们看那个月亮的脸超好笑。嗯，月亮。哦，好可爱啊！看月亮没有脸哎、欸，月亮有脸啊，有脸啊。我觉得很正常哎、欸，他那个哦的表情 ，emoji 的哦，真的没有哦、欸，口、欸、这颗这颗没有，欸、沒可是我刚刚看有呢，对啊，没有他刚刚有会变呢、欸，他会变呢、欸，他刚刚有，现在没有，哦口哦，完了剩十秒，不要再看月亮了，各位，各位出大事啦，被异化通。完了完了！啊，我掉下来了，不小心掉下去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也是不小心掉下去了。那黑眼睛，我劝你，我劝你是不要过来啊！又眼睛了，长眼睛，长眼睛。我是阿玛仕的小飞机。拜拜。啊，那肯定本体在这附近，是不是？怎样？这个又是别人变的诱饵，是不是？200公尺啦。没有啦，是我啦！我真的是你哦、喔！不好意思，踩在我身上啦！你眼睛不要跑出去啦！你看那没有变的家伙，你踩在我身上！我刚想要爬上去，走开啊！这里啊，这里我的地方啊，我要撞你！啊！这是我的领域，玩眼睛的，玩眼睛的，没有了，没有了，这里有这个、欸，还敢玩眼睛？你在眼睛飞到一半，它被打掉，然后你继续按着这个上的话，你是变回来瞬间，你人物会动。我这里，对啊。哎、欸，这我动了一下，是还是我不知道我眼睛回来都动大了。对，还敢按马斯啊？小书本，小书本，不知道我上去很可疑哦。按马斯的吗？哎、不是动了，不是动了。哎、欸。哎、欸，谁啊？就你，喵哥。没有关，我跟你讲，那个洞，那个洞里面。你说我发现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笑了。我刚刚其实也看到了啦。我已经被挤出来了，你知道吗？进不了洞。不要飙！你进不了是怎样？会拉掉的。会变成球在里面滚来滚去吗？你再按一下就好了，不是吗？好多哎呦，我这里有人哦！要被你劈到！哎，你是有这颗头吗？啊！我不好按这个键，我现在要按着一个键呢、啊。你那个太方了啦！我不管，我要怎么按？哦不，旁边还有一根呢、啊，你换那根比较长的。机关枪，机关枪来喽！哪里呀？啊！有打到声音了，有打到声音了。附近还有小雨哦，附近有小雨是不是？啊，小雨在哪里？小雨在哪里？白痴哎！哪里呀、啊？哪里？屋顶上，屋顶上，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哦，下去了哦。看到，看到，看到，飞了，飞了，飞了。看到，哎，在建筑旁边，建筑旁边。打住了！救命！救度真的好快！好，我们出去换那个新地图。好，一死就要直接卖队友。好对。啊，好的，在变一个咕咕钟，然后卡不住在屋顶上，就一直移，一直移，一直移，就出不去了。好冷啦！真的很累。哪有？哎，我出去，我去把我订阅项目那些玩过的取消掉好了，这样子比较有机会。那你们稍等我一下。那我要去厕所。啊，任务由用技能肉弹冲击做到女巫身上。啊！要70，我要75个。QQP 啊！哇！
做法，我怎么取消我的档案 ？Hunter Hag， 已订阅。我等下要不要把躲的时间再短一点点？好像是不是都女巫在赢？利尔在赢。看女巫也有赢，好像只有赢一把而已吧？好像只有赢。对啊，我觉得是没差，就可以走到最后啊。看你啊，都可以啊。取消这个订阅，然后取消这个，取消这个，取消那个，在这个，在那个，那个，这个，那个。奇怪，我看目前花了两页，看起来都是我们没玩过的，为什么他那么会挑？太会了吧！他在万圣节的活动是在地图里面找东西，跟找一个锅子跟他互动，可以拿到糖果。哦，应该是官方地图才有吧？对，应该是官方地图才有。嗯。嗯？为什么我找不到我们刚玩的那两张？五个万圣节糖果换一个南瓜，这南瓜加糖果可以抽奖。他可以抽 skin 是不是？对啊，因为跟之前一样抽 skin， 活动都是抽 skin 啊。嗯，在哪抽啊？女巫的大锅，女巫的大锅，女巫的大铁锅，女巫的铁锅锅。哎，锅。好，我应该取消掉哦，我知道了。刚刚那个，刚刚那些地图是还是官方地图哎、啊？哦，你说官方我收买一些玩家的地图，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玩到玩家，玩家地图一定要自己出去选。哦、难怪我刚刚想到奇怪，这几个我怎么还是没看过影像？好吧，那我就随便挑一个。哦，我抽到一个看起来就杰克会很喜欢的 skin。你们可以抽，我都没办法，我的糖果不够，不能抽，我也不够。我只有之前他好像给的那个什么不死鸟的头我弄一个跑酷地图、哦、就是拉我到我拉到最长时间哇你会想跑酷耶、欸、天哪、啊、完蛋了天哪、啊、居然是喵他说他想跑酷耶、欸、没有我说这个我可以恶搞你啊OK 创建游戏哎杰克嗯你看我贴的那个感觉是你会喜欢的 skin， 好恐怖、欸、哦，好丑哦，好丑哦，好恐怖，好丑，你还丑死了，这还行啊？为什么？我觉得还行、啊，杰克会喜欢？我觉得还行啊，没有这么丑吧？丑死了，偏丑，不是偏丑，那就只是女巫穿的丑而已吧？搞不好你给猎人穿，搞不好也不错啊，是对吧？猎人有料吧？这是全部人一起跑吗？猎人一起跑吗？不知道哎、欸，要进去看看。猎人还不选个钩子，还是手之类的。礼物还有个东西叫扫把哎、欸，对耶，可以飞飞。所以我已经选好了。礼物还不变眼睛，就根本没有技能。变眼睛，你人还在原地啊？对呀，他有可能是要你自己去设定成没技能的那个版本。哦，我找差谁？我进来的。哎、欸，差我。哎、欸，我在挑衣服，等一下。要看选看、哦。来了来了。要看选看，要看选看哦，喜欢都不要碰哦。OK。碰了就给我十倍买走。哦、好贵。这是死亡跑酷吧？耶、yeah, 哦！我是猎人呢、欸。哦，原来是死亡，它不是一般的死亡跑酷。哎、欸，我们可以恶搞你。哎，白城。用技能、欸，我可以飞起来、欸，踩过去就好了。没了，我们没了，没了。我会飞、欸，好卡，好卡，好卡。一次全部踩过吗？可恶，没了，这是我们一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挑火那个哎、欸，飞天扫帚。对啊，我飞。好，那个站不上去，那个站不上去。踩到人的头会滑下去，吓我一跳。旁边一推我一关，完了完了完了、哦！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应该是踩到陷阱，它太长了，到旁边。他怎么堵到猎人这边？他、啊、这里是要怎么过去啊？飞得过去吗？这个可以踩，看一下后面的关卡。哦，可以踩一下。这怎么突出来了？
踩了陷阱就发动了。对啊，哦哦，懂了懂了懂了，一次是不是？那每个人都是自己抓自己，你把它全部踩好难哦，掉下去啦！要没魔要没魔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没魔了，后面好难哦！我已经看完整张地图了，哦，这个好大一张哦。我比较意外的是，他竟然有可以按陷阱的东西，他竟然做了这些。死亡跑酷啊，跑酷啊，就是猎人啊，要害人。不是，我说威区一直竟然有可以按的按钮，哦，有人把它做出来了。对啊，我不知道他可以有都有那个放东西逃脱了，就跟密室脱逃那个一样啊。哦，嗯，跟拉杆。好，这个这个墙壁。太近就是变紫色，完全啥都看不到，就变成一团雾。对，所以大家都死了，还是还有两个，我还在，我也还在。小雨跟杰克，我还活着。加油，看你们能不能跑到终点。哎，我倒了，我死了。可以啊，陷阱都触发完了啦，对啦，陷阱都没了。啊，小雨就是你了，没魔了，死了，死了，死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是这个前面路这么长哎，什么意思？在哪里啊？我刚刚已经变幽灵看完全部了，超长。好长啊！这边啊，你为什么这个陷阱这样陷阱在我们这里？然后小雨，你跑完一半了，快完了是不是？啊，这是一半啊，一半而已是不是？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很像什么洋芋片的东西？为什么才能这么高啊？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自己在扣白剑。这个就是要剑飞行游戏啊，就是飞是飞，直接飞过去，完全不用。我是不会去踩这些东西的。到了，球一直空白键了，哎，叫你到了，我有女巫吗？然后不是女巫揍我吗？啊，跳的，这女巫是小雨啊，没了，小雨，你看这边围观，你看得到我们？我们好黑哦，我们变好蛋糕哎，好黑哦，吃蛋糕，天黑了，吃蛋糕，靠太近会变好黑哦。所以，好讨厌哦，好嘲讽啊！哎，我还要奖杯，爹爹爹，太大了吧？怎么那么大？我们要怎么结束啊？他要等你自杀，你回头自杀，好的，没问题。等一下，我太大了，卡住了。好像是右键按着不放吗？我忘记了。左键。哎，这键按着不放。我看到一颗球卡在门里哦。等下，那我们是不是不能反开？那你可以，把它拉开就好。哇！你变成变那蜡烛之类的小东西钻出去。好，我看一下。你现在是密室逃脱。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很长。很长，但你会不会宽着出来？应该过得去吧？我试试看看，我试。没。这是有个蜡烛吗？拜拜。那个蛋哦，那是蛋糕的蜡烛。哎呦！看到了，看到了。飘好慢哦。你是在风车哦，我是风，对啊，挤风车，不行吗？我一直在往下掉而已。你要掉到一阵一个地方就会死。还是我直接重开好，因为它反正颜色都。哎，你第一名挂机出游戏，对啊，挂机又挂机，我走来走去说哪有挂机，我只在那边跳跳跳，你跟我说挂机，傻眼。他说我们开脚本，什么作弊？他作弊。啊，我们作弊还不能赢游戏，可怜呐！不玩弊啊，还输，游戏还输，这样有够可怜。开挂还输，是可悲啊！开挂还输，再开，好黑哦，样子。可怜，可怜呐。可怜，可怜啊！我该不会每次开一张我都是猎人吧？嗯，这个是啥？那好像那你就直接选，那你就直接选那女巫啊！你就自己自选，自己选。然后他再把他把那个自选女巫看删掉，然后变猎人。我给你选，是迷宫哦。对啊，迷宫地图。完蛋了！迷宫是不是我点到观看喵啊？肯定要跳的，我点错了。手指，这是对着阿汪点同意会很好笑。你会那个？观看，好考了。是鬼还是女巫？哎呀，迷宫地图哇！我要选滚的，是不是有优势啊？嗯。
这个要往哪边走啊？我怎么？等下阿翁，你的那个东西我把它用不掉，一直在我的右下角啦。右下角，右下角。我抱歉。右下角。哎，它只有接受，没有不接受的选项，我要怎么把你叉叉掉？Shift Tab。OK， 有有有有有有。煞煞有其事，这个能变的东西应该。我很抱歉。没有，我们就在里面跟鬼。我重生在迷宫里面，我觉得有问题，为什么？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女巫可以作弊耶，飞走，好扯，我们选不记得，完蛋了。都飞飞走迷宫是不是？我完蛋了，完蛋完蛋了。猎人猎人，我钻出来嘞，猎人我出来了。有番茄可以做有吧？应该是从这里出来吧，是吧？这能给点。我走错路了，是不是？我走到猎人前面了。你走到猎人这里。I'm sorry。所以这个是要走去？要走去哪里啊？是要走去哪里啊？这有一个点吗？吓死我！这个猎人立牌吓到我了，我还以为是真的。我看到有一个女巫飞在，有一个女巫飞在那个迷宫上面。我也来啦！哇，好会啊！啊，到底要往哪里？再把我要往哪走啊？到底要去哪里啊？他是不是就是只是个迷宫场景？对，只是一个迷宫场景啊。哦，所以其实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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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走到底啦。哦，我以为是要走啊，走我以为是要走哎。我以为是有的地方可以走出去嘞。我也是哎。我想起来，因为我刚刚弄跑酷，所以我把猎人设成没有等待，没有那个等待时间，难怪可以马上出来。对啊，我想说，好恐怖哎！一走就突然撞到，不是？我想说这里有一个门哎，肯定是这里吧？是猎人的点，直接进去看到猎人。我要用这个酷酷南瓜，不是？怎么了？这不是阿伯吗？我觉得你蛮过分的。他就是站在草皮上啊。草皮上其实我们很难站哎，我根本站不上，我没有站上。那猎人我们没有勾的呢，站不上去啊。但是我要怎么弄你呢？对啊，地图要有勾跟飞。对啊，所以自己自己勾勾其实也蛮难勾的。好恶心哦！我是看到有一颗南瓜在走，南瓜只是想吃个补，谢谢。南瓜在干嘛？南瓜吃补啊？南瓜搞。吃个补嘛！南瓜，我救你了，我晕眩他了。好的好的，感谢，我要绕跑了。完了完了，等一下啦，你这是完了完了完了。南瓜绕跑了。不是，你后面跟着个眼睛啊，很想打，又打到你啊！不是啦，是谁在那边整我？我晕了，不见了。哎，那个香菇好过分，我直接丢在猎人脚下，直接丢，直接丢脸上啊！对啊，直接丢脸上，消失了。不行啊，南瓜不见了。谁啦？谁在吃？南瓜绕跑了。为什么？这个白费。有人打到东西了，有人打到东西了。变成球，变成球会没让走迷宫哎！我刚刚打的，直接塞住是不是？你可以一直跳，你可以一直跳，你可以越跳越高。我刚刚我看有人在草皮卡住了，草上面有看到有人在草上面，是人还是鬼？这个比较好，应该是鬼。鬼，这个比较好绕跑。鬼，可是血好少哎。还是人？啊鬼？你是人还是鬼呢？这好可爱，我要变这个。抓团抓团找团找团，超可爱的。然后找到认为团团可爱的东西的标准，地图没有熊可爱的东西标准，真的很可爱啦！地图没有熊猫，有黑森林蛋糕哎，熊猫团团，我有个比黑森林蛋糕哇，我听到哇，有一个飞起来了，有料，这只鬼，有料有料，这是什么？哦，我好像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在滚来滚去。是谁？什么东西？哦，这是小雨。到底是什么呢？对，阿团变成什么？什么呢？他白白的。白白的。白白的。什么白白的？团团白白的。
对吧？我没有理解错吧？对，没有。我在偷动，没笑啦。我在到处走嘛，我要瞧位置。哎、欸，不是允月，你这地方因为猎人太胖了，出不去啊。这就是猎人了。没有没有，我有的绳索可以出去。哦哦，完了，为什么变成第一人称？怎么那么开心？啊？为什么会是第一人称视角？是吗？不知道刚按了什么键，不知道。哦哦哦，有了有了啊，有了，我瞧好位置了。你瞧完了？阿旺，你可以来看。我不，你还在刚刚那边吗？还在还在。找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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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哪里走？看现在眼睛在看哪里？他往角落飞了。他戴了一个眼镜加一个飞行，结果在眼镜模式的时候按飞行，我这个人物自己在飞起来。哇，有趣耶！原地起飞啊，很有趣呢。高级啊啊！拿到东西了，拿到东西了！哇塞！我在看。来个皮打一下。我想看一下那个白色是什么啊？我不知道白色是啥哎。白色，哇！小雨是还是鬼吗？他的一开始我还是没有，你找我还是那个。你可以找蛋糕啊。蛋糕。对啊。白森林蛋糕是不是？你这白森林，白森林。我刚只有看到黑森林蛋糕。是雪人吗？雪人是白色的。可是他打了没有用啊。对啊，我把水人雪人都推倒了、欸。我是一个感觉要变成黄金蛋的，滚到蛋白跟蛋黄感觉都要融合。鬼房我看过了，不要打，你看一下啦，白蛋，你看真可爱。要切蛋糕、啊，我看我看我看，哇，这只是在蛋糕上的雪人而已啊！我是一个小雪人，在黑森林蛋糕上不可爱吗？吃了它，好了，好。好的，下 OK， 好的，下来帮忙啊！你才普通啊 ，B O B O。等一下，你不能讲普通，你只讲我，因为你的声音最大。哎，这个是什么？最好骗。过来，过来，过来！有一个女巫立牌，有一个女巫立牌。哎，我做错了，我勾死了。你勾死了，你好狠哦！哇，你好狠哦！直接把它勾掉，哎，这个明星。哎呦，这个。三个，哎、欸，这个我刚刚不小心时间拉太长，怎样？在哪里？哦、这个出不来太麻烦了吧我？我不知道我在哪。这里耶？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没有停下来，我就一直在这个迷宫里面穿梭。我还有大雪人呢、欸，你好像很屌哎、欸。你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走，确实好像不是一个正常人吗？我就一直知道你是谁。我 是, 是什么？我是一颗蛋。他刚才有讲啊，我就说，我就说我滚到我的蛋白跟蛋黄感觉要融合了没？对，你说变散蛋了是不是？那边滚在一起的。哦，这边超亮，爆米花哎、欸。哦，敢在房间里面吗？我觉得这个躲猫猫还蛮好笑，一在里面，我也找不到人。你耶！我刚脸前面还有一个猎人往上抓走，我滚过去的瞬间，他刚好抓走。一直都有亮哎，为什么？眼睛啊，眼睛在搞。这好可爱，就是这个南瓜啊！哦，阿俊真坏。完了，没有啦，去的地方，不要再走这里了啦，不要再走这了啦，真的啦，我没有在这啦，真的啦。OK， 啊，勾一下，蛋蛋，不要再走这里的啦。蛋蛋在哪？蛋蛋，蛋蛋，蛋蛋找了一个王座。啊！王座，超级不明白你在讲什么。眼睛还躲在这里。那个蛋糕不是白色的，它是紫色的。我没有说我是白的。猎人太胖了啦，过不去啊！猎人太胖了，真的过不去。对啊。哎，我跟你讲，蛋还是不能停下来。你看我刚刚一停下来就被棉花发现。哎，对。那因为我刚刚想说，我有印象有一个王座。哎，这个鬼魂。有一个男人。过分，我看到你了。我们发现了。他一直躲在那个狼猎人门口，然后就一直引鸡后天啊我没有在做了，没有啦。
白头了。哎，就剩哈气而已。哪里啊？啊，哪里？他是在，我不在，反正一个角落。那个地方有点小过分，他是在他要往回跳一下。他从一楼进去，然后往二楼跳上去。哦哦。哎，问你，他有切回来的吗？如果不跳回跳出去，他会怎么选地图？应该就随机吧，画面上有这一没有，因为我刚没有啊，这个就会在这边啊。又一直是这一张吗？好，那我再出去。好。电脑比较稍微麻烦一点。好难玩哦。而且我刚才发现它有地图有些边界跟墙壁中间有个小小缝是可以躲人的。它就那么过分、啊你。你就不要躲那个地方了嘛。Bounce, bounce。现在在读英文中 ，escape。escape 也是逃脱地图哦。那我要去倒水。好。帮我倒一杯，谢谢。逃成功才能倒水，吐给你一杯。啊，玩这个看起来最浅。蜂蜜水。就今天黑糖那个贴给我那个，对，我知道。可以给我一杯蜂蜜水。好的 ，OK， 好的。好坏哦，小雨。啊，蜂蜜就这样。对啊，对啊，蜜蜂的口水。不爽不要吃。我会去下厕所，先进来。好，现在准备开看。哇哇，好好吃哦！天啊，哇哇，这个根本就是，知道怎么躲？我天，不用躲吧？看，哇，披萨上面好多小披萨哎！可恶，我好想看了、哦欸。好多团团的黑森林哎。哇，对啊，我是黑森林，我是黑森林，哦，好开心哦！这张地图，哇，这是生日，这已经是生日蛋糕了吧？这要怎么躲哎？这怎么躲？确实不知道怎么躲。你们可以变成一堆会跑的食材。它的蛋糕是切块的，好酷哦！哇，有整个的。哎，已经大家都好了，准备。哇，好大的香蕉！我猜我又是猎人。Oh my god！ 这是青豆。我在想一下有什么技能啊？就全部吸起来，然后暴揍一波就好了。哎，好主意！右勾拳，左勾拳。等下，那我要换一下，我换一下。那我要换这个，我要换这个。左勾拳，右勾拳，左勾拳，右勾拳。就这样，好，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派大星哎，好可爱啊！好了，准备，谁还没准备？好了。这鱼的脸好烦躁。这个上面怎么有？哦，是哦，猎人房子。哎呦，我真的不意外，我是猎人哎。啊，有人卡住了，有卡住了，我下来了。我救你们！哎，我们下来了，我们下来了。哎，太快了，你们那么快呢？我手你们也太快了，我忘记调那个了，刚刚那个是。啊，你们先躲一下，我先躲，你们先躲一下。你们眼睛闭闭，眼睛闭闭啊！对了，我去角落，大披萨可以变的。大披萨可以变。这个好像很难闭眼的，怎么办完？我们去角，我觉得我在角落，我在角落。你们躲好没？还没，还没，躲不好，躲不好。等一下。好多大披萨。躲好了没？躲好了没？30秒的时候就出发了。好。啊。乔宇说：“你要不要飞上来？”啊，你在哪里？你有看到一个这个？四、三、二、一，出发！喂！先撞他妈的！先滚一遍再说！先滚一遍！大披萨！大披萨！好了，你不要再滚了，谁啦？全部都滚一轮，来了！全部都滚一轮，哎，这猎人是哇！你们把料全部都碾碎了。有个小披萨，有个小披萨，好酷！哇！他们有个大披萨都飞啦！我看到了，白痴！我刚刚说有个大披萨在飞啦！不要啦，等一下，是。披萨，我没看到。你还有看到个海星的跑，在那个，快跑！哇，我刚刚看到嘞，那彩星是假的，好狠哦！他们一个人都没滚到，好狠哦！我还跳起来哦！
某方面来说，这蛮难抓人的。等一下，你留我一下，你留我一下，你留我一下。来来来，太狠喽！哦哟，哦，我听到有人被撞到的声音了。哎，那个屋顶的披萨，那个屋顶，那个平台上的披萨。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在这边我不会跑，我不跑。等一下，等一下，我压到，压到，这里，这里，这里。哎、欸，这个卫生根本看不到，你变成什么东西太多？为什么？有人被压到了，有人被压到了。怎么了？你不优哦。还是我要飞到那边，飞到你那边。好，你飞不到，太大了，大披萨太大了吧？你可以变烟囱啊。不行啦，不能变烟囱。好好笑哦！哎、欸，这样子，我是太阳，你太阳，然后黑的是怎样？太阳然后是黑的，你是很大一个。那一大片，先把它处理一下吧。然后留我一条命了，留我一条命了。你可以下来一起滚啊！很开心哎、欸。好，我下来一起滚，我下来一起滾。哦、你说这样子滚是不是？你俩在说我啊？呀呀呀！不行，被抽下来了。哪里哪里哪里？太多东西了，我已经没有感觉要滚到东西了。真的，完全够。我也没有。前面这里，前面这里，都不知道那个是撞到他在滚还是在跑哎、欸，看不出来哎、欸。啊！找到一只。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哎、欸，它是假的，是不是？假的哦，这里有啊，还有人戴眼镜、哦，这里有啊。Hello Hello， 这里这里。是啊，哈哈哈哈哈！心理战啊，披萨。拒绝心理战，我小小披萨吗？哦，嗯，哦，滚起来，滚起来，嗯，滚滚，怎么会这样子？哪一只？谁是厕所啦？哪进厕所？怎么会在厕所？有人，刚刚有人变厕所逃走了，变厕所逃走，转团哦，变一下，上个厕所、啊。这里有人，这里有人，奇怪，这个人好变走了吗？他这里在，这里女巫很好逃走。哎，有被压扁了，有被压扁了，有被压。你们抬头，抬头看一下，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还有。你抬头看一下，有点啊，哪里啊？有呢。我有头上一堆那个啊，我这时候闻得出来了。这是什么弄的、啊？没有，他一开始进去地图就有了。那那对对，一开始就有了。就有了。这边有东西。谁啊？那假的，假的，这里有鬼。假的，这也太假的。面包，面包，你不会躲里面吧？那么厉害。他是跳进去的啊！咬烤披萨跳不进去吧？哈基跟阿翁，哈基一定会变现很奇怪的。继续，继续，继续，对啊，在里面呢、啊。什么？你这个老实讲打不进去哎、欸。那从侧面可以。哎，侧面吸出来，侧面可以打，把它吸出来。太狠了吧！被吸出来了，好强哦！我不好说。不好说，我要把你吸出来了，把你吸出来，他有点高哎、欸，他应该是有高处。你是飞到很上面就变成那个是不是？因为在猎人平台这边有那个幻象，幻象哦，猎人平台那边。可是那幻象可以超远的、啊嗯哦，对啊，那个可以，那个可以走高。你只要视野没有东西遮蔽的话，啊、可以啊。哇！竟然被躲到最后，为什么、啊？那有两百个人在我面前经过吗？这是什么、啊？我是雪橇。哦，你是雪橇、哦，我是雪橇，我从来、啊、没有人打他。我没有打雪橇，我觉得这样可以再玩一次、欸，哎，对啊，意外的，可以让我当女巫吗？玩过游戏啊，玩过游戏。那肯定是好开心呢、欸！你知道刚刚就是一堆很聪明，就是完全就是从个皮卡上滚过去，啊、滚过来、这个、滚过去。那个猎人是没有准备时间的、哦，然后眼睛要闭闭，眼睛要闭闭，请先去角落数个十秒。眼睛闭闭，眼睛闭闭。
一臂把揪变这个这个这个。刚真的超紧张，刚刚有一个人是几乎是撞到我的状态。超难滚的，我都没有滚到水泥。太狠了，太无情了吧！好，好嘞。耶！我的第一个女巫，啊，眼睛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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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闭闭眼睛，闭闭，嗯，闭眼睛。这地方还有地方可以躲吗？太可恶！觉得感觉好像要躲上了呢，对啊，还有什么可以躲啊？没啥地方来讲，真的。哎、欸，上面的不能变，可恶！嘿、欸，那个算了，变上面，放弃了，放弃了，放弃了。那个鱼是人吗？太明显了吧！那个鱼是拍水哦，拍水哦！啊，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等一下，再等一下，等一下啦，最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十分钟再出来，十分钟再出来，准备好了没？你太久了吧！好久了耶！三二一，开始啦！好有自助玩捉迷藏的感觉，那还蛮像的。有叫声，这边这边这里这里。我刚以为那个白痴啊，走开的！出现了！哎呦，是谁呢？请问那个身上有纹路的东西，你他妈可以不要再动了吗？我好像看到了、欸，你真的很靠腰、欸，而且做的那是假的、欸，我还想说这个，那个好猛哦、喔，那个是什么？我看到海星，不要躲在不要躲在披萨底下出来！你真的很过分、啊，那个咖啡色的东西。哎、欸，我跳、啊、为什么跳不起来？啊，我的蛋蛋！你的蛋蛋，你的蛋蛋，蛋蛋怎么了？杰瑞怎么了？哎，我刚刚打到一个披萨，披萨，披萨，披萨。那个女巫是谁？喂，耳朵好痒哦。哎，好像苹果，苹果，苹果。哪里哪里苹果 ？Apple， 那看就是要假的吧 ？Banana， Apple， Apple。啊！嗯、啊，你讲清楚好了。啊，那个披萨怎么在飞？哎、欸，去哪了？去哪里了？老弟，你想去哪？不要了，香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哦，难怪你刚刚说那个螺旋的不要，有条纹的不要。对呀、啊。嗯，这里有，这里有。哎、欸，哈基，你刚刚是用变身顺进去的，是不是？顺，你说那个披萨那边吗？对啊，不，那个炉灶里面。对对对，那是那个。哎、欸，还有鸭子哦，对对对对对对，有鸭蛋，有鸭蛋。我说一只有。啊！这面包是谁啊？这面包。哎呦，我还揍那个面包了，那个面包在哪里？找那个面包出来。他就在你头上这附近，可能有一块面包。不敢讲话了，是不是？弄死他！不是我啦，讲话了，弄死他！他可能在这边的屋檐附近。打他，快点！真的是很过分。不是，我刚刚变宝箱变好好，你过来推我一下。你原来是宝箱，原来是宝箱哦。我要是宝箱，你在那边推我。有个烟囱没有变身的。哦，对啊，我看好久了。欸、他还在这里。啊，在哪里啊？嗯 ？OK。灯，它是灯吗？在。灯。灯。这边还是有。对啊，这里还是有。我也在里面吧。上面吗？哪里？这谁啊？是团团跟波波。啊！这里就你呀！死他！这缝隙哦，自己的手自己抱，对啊，他被一个面包躲在一个缝隙。好狠啊！好强哦！
猫狠，有猫狠，在推我，哎呦，很狠的。阿唐，我们躲好了。我你我也我，阿唐，我们躲好了。你们了，你可以出来喽。哎，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有吗？那个魔鱼骨头，鱼骨头，我没压到，我在滚超久的，哎、欸，真的超难滚的哎、欸，因为大家都不敢躲中间，对啊，中间那些坏的，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啊，我宁愿用压的，我用压的，恐怖哦，一笔一笔压压，一笔一笔压压压，一笔一笔压压，一笔一笔一笔压压压。马戏团地图，对，我要记得调猎人的出场时间、躲藏时间。OK，好了，创好了，好酷。然后我一定要是猎人，我现在挑我要弄什么啊？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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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这个地图东西很多。换技能，等下换技，换技能，就是可以躲屋顶的地方哎。抽卡啊！它的名字是 Circus。Circus， 马戏团。看起来一点都不马戏团，这里很酷。是里面是马戏团哦，里面是马戏团。原来你在外面看。里面是蛮酷的啦，差异好帅呀、啊！我，哦哦，这怎么玩？很赞嘞，蛮酷的啦！啊，我带钩锁卡住了，哇塞！哦，原来，东西好多，东西太多了啦！这是什么水果组成的熊哎、欸，很可爱哎、欸！我来了，我一点都不意外啦、啊！哎、欸，很酷哎！这、欸、可以变吗？哎、欸、哎，我们进去里面啊！不行，嗯，太难过了，我快被自己闪亮了！天哪、啊，我怎么那么亮？我好亮哦，我好亮！这可以变？怎么掉下来？完蛋了，完蛋了！东西可以变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中间没有人吗？好，你走一下。好啦，加入了，好不好？加入一下啦。加入一下啦，加入一下啦。我每次跑到猎人门口啊。我刚才跑到猎人门口。什么意思啊？说喊的超大一个，超级大哎，笑死！路上那个探照灯超大，还是可以点的。我天，这个胡桃钱好大根你。超大、啊、都好大、啊，超大的啦！不要看我，你过来，眼睛不要看我。我要先确认一下，我等下可以杀谁？这边有人是不是？不知道，没有没有探到，好难哦，东西都好大哦。我要疯狂！哎，你好大哦，音乐。一个人是很大哎、欸，你跟我刚差不多，有人比较好好奇哦、喔，那多少血啊？到底是多大、啊？他是路上那个有关笼子里面有笼子的大猫猫，超大一个，对哦他是最大只的那个猫猫，对，他是最大只的。大家都在哪里呀、啊？你们在哪里呀、啊？好好奇哦、喔。人呢？人呢？我来玩。你都没叫哎、欸嗯啊，我叫一下，我叫一下，我叫一下。呱呱！哎哎，你呱呱，这里有哦。哎、欸，我自己可以上来哦。哎、欸，这房子哦，不能进去哦。我以为可以。这里有。哇塞，它也太多小房间了吧？这里可以上来哎、欸。啊啊啊！在、啊啊啊 okay, 屋顶上，好晕。在屋顶，在屋顶，在屋顶上。屋顶。屋顶、啊。原来是眼睛啊！贱人，有个没变在屋顶，居然是眼睛。小白木眼睛，哎呦，那就是在屋顶上喽，从屋顶上飞下来。屋顶上有一个，看到屋顶上一个，可是我没有钩锁上去，还没钩到，啊，掉下来了。给他死！有个没变身的、欸，有个没变身的，啊、在屋顶上。哇，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垂直走在这屋顶上，然后掉？你们的核心很厉害、欸。
啊，他没跳，他下去了。哎，我都快到了。哦，你们几个人在追啊，好坏哦。我们现在变一堆哦。So bad。还有谁嘞？杰瑞跟繁星，这里有人丢东西耶。你们不要找到繁星好不好？越找到繁星就会找到。臭眼睛，你们在一起你们呢？藏宝在哪里？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哦哦，好耶！眼球打不到，好烦哦。刚看到我，完全没叫哎。怎么不会在上面吧？上面还可以上去吗？那上面不行，那上面不行。在上我刚刚要飞上去，不行。超坏、欸！哎、欸，在哪里呀、啊？躲猫猫嘛。OK。躲猫猫，猫猫躲。就是勾不到。阿啾啊！木珠，木珠是打掉。你好大一个哎、欸！哎、欸，谢谢，我也知道，我知道，找到了，好，找到了，我跟你们说，杰瑞在屋顶，抓他，我才是在屋顶啊，又在屋顶，又在屋顶，他是一个箭头，箭头，箭头可以变啊，我可以，就是转盘，你刚变哪个东西啊？哦，刚梦娜追丢的箭头。啊、我找到了，这里，哎，你们直接断开连接。那么就换了，丢了。我被检测到挂机行为，抓到。那你们还在房间内吗？我出去换了。重开。我刚以为说什么，屋顶上有女巫，他们杰瑞白白的，然后不是哎，我点点看这 escape 是要干嘛好了。创建房间啊，不是哎、欸，自定义权是我当猎人的哦、喔。哎呦，官方哦、喔，官方哦、喔，到哎、欸，好串哎、欸，他应该是没设定好。原来这款是 Hunter Eat 啊，而且他自定义还要这样一个一个出去重选，好麻烦哦、喔。嗯，确实的确蛮麻烦的。啊，开好了，可以进来。好。哎、欸，咦？怎么？还有呀？我看一下。室内。好看。不好意思，等一下，抽个卡。抽个？为什么是抽个卡？啊，煮东西嘛，抽个卡。OK。OK。OK。那怎么出去啊？等一下，他是不是超小一张手枪呢？我他觉得他写 escape， 所以是逃脱地图。逃脱地图。好酷耶！我抓到一个好酷的。你猜是谁会喜欢？怎么走出去啊？没有啊，要想办法找到机关，然后那个吧。我出来了，所以他会不会又被霸凌呢？我出来。没有，我刚刚蹭墙壁蹭一蹭就走出来了。哦，居然吗？墙壁。对对对，他一楼的墙壁你蹭一下就出去了。哦哦，哎，这样是不是暴雷啊？哪里啦？等一下，卡住，卡在墙上，哎呦，一堆人。这里，好多人，好多人。这里。要怎么出去啊？要怎么出去啊？因为我们太胖了。那倒数，倒数完吧。是吗？可是我在你们这边，嗨，嗨，小朋友们，嗨，小朋友，我是无助的小朋友们，怎么会是反过来？这里，对，哎，这边，墙壁，这边，哎，下面，一楼，这边，一楼，一楼，这里，小朋友们，这里有缝隙，哦，哎，我们要怎么出去啊？小朋友们要走缝隙，排队啊，等一下。我来到这里，我小朋友们找一下那个变身的，要不要变身的？你要不要？我没打。左键按着。左键长按，左键长按。那个木板后面。可是我要怎么去啊？这个我们要怎么过去？这个后面。这里。蹭一下。不是，我们就被霸凌了吗？哎，喵，他靠你了，我们两个出不去。你走出去的。直接打一打。哎，我这里进不。他一开始就挤出去了，对啊，这个进去，可是里面东西挡住的，对吧？
对啊，里面是挡住的。要找机关了，要找机关了，要找机关了。大家合作一起找一下嘛。完了。那我这个帮你们加油。完了完了，卡住了。要拯救猎人。天哪、啊。卡在封地里面了。哎，有了有了有了。哎，眼睛看看不出所以来。哎，把我打死好了，我想看那个，对对对对。变透明。给你们看我刚抽到的 skin 很酷哦。哇，你好变哦！哇哦，你一只树吧？这个来一个，哇，欸、哇你是一只树哎，你好强哦！这木板后面有路，你好强哦，那只好送你一个蘑菇。我要看，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我要，所以只有我会在这里。哎，如果挡在这里，女巫是不是就过不来了？对啊。你看，你看我、这个、后面是不是有路啊？在哪里、啊、过不去了？就这个。哦，好酷哦，一个那是狼吧？啊狼人，对啊、狼。哦。这个后面有人说有找到路，是不是啊？太胖了是不是。这个太胖过不去。哦。箱子后面。啊！不好意思，我被勾了一下。嗯，也没有什么技能可以变小啊。对啊，那个箱子后面，那个箱子后面，可是那个箱子被卡住啦、啊。对，我们需要瘦身。嗯，开始吧。没错，这个是有办法勾把箱子勾。哎哎哎，怎么掉了？哎、欸，可是里面没路啊。没路啊，一样。哇。去，太棒了。嗯。哪里？好神奇哦！哇，连收小腹从侧身都不行。啊，不是，我一开始就在里面。没有，他被挤出去的。挤出去。对，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他被柜子挤出去。我就在这里面，还是你们蹭一蹭会蹭得到的吧？没有哎、欸，蹭不出去，也勾不出去，过不去啊。对啊。对。我自己不会。来我都蹲着不能跳、欸，好难过。啊，我刚刚抓到小雨的肚子。对，没错。蹲蹲。喂。蹲蹲怪。二楼。太胖了。二楼算晕了，玩有点晕。对，其实我也有点晕了，哎呀，太小了，那要换一个吧，换、啊、一个啦，晕了晕了，开始，好晕哦，晕烂，不然我们来玩它原本官方的地图好了，就神龙出去，随机，某一目眩，嗯，官方的就可以找一下那个糖果，对啊，好，那。官方我设五分钟寻找时间好了，好玩，因为应该他比较没有那么十一个人，三个猎人 ，OK， 这样我总算可以当女巫了吧？虽然第一局应该还是猎人啊。我开了，我开了，好，你，好的，第一张老地图，好，老，真的是老地图，老猎人了，老。这应该是不能出去的晚上。他不知道哪几张会有锅子哎、欸。锅子找，就找那个活动的活动的哦。我现在找一下。锅子，锅子，锅锅，好像没看到哎、欸。就好像没。OK， 按准备喽。准备了，准备了。对，还是他是。开始之后才会出现，不知道，它好像是限定的几张地图才有。哦哦哦哦，对对啊，对啊，那这张没有，那这张没有，好，好像应该是，应该是瀑布、啊、是猎人，我是不意外，我是猎人了。他是最近设定坏掉是不是？气死我了！我在想是不是先进来的人啊？不知道哎、欸，而且我突然想到，我们上次玩那个 tower， 我也是一开局就在当，为什么？不知道，走了。不是喽，不是喽，宝贝，哦吼，哦吼，嘿，进去这个地方不行。哎、欸，怎么楼梯口就有了？谁啊？哦嘿，哎、欸，是不是传送点？哎呦喂，你在传送点？哦，你是猎人吗？是猎人，是的。好晕，好晕，好晕，好晕！那玩的有点晕了耶，刚刚那个那边怎么不是，我是被用香菇，被我丢，啊被我丢到，被无情的啊！谁啊？谁那个眼睛谁这么坏呀、啊？
可爱的眼睛，可爱的眼睛，好可爱的眼睛。You so bad, bad, bad. You are the bad, bad, bad.Bad bad boy 啊！晕晕晕晕晕！我是一直就要瞄他，是不是？不要提完哈！这好快啊！哦，乖，眼睛过来！啊，我没意思，去对一下，去吐一下，去吐一下！安心。鬼房好像有亮亮哦，有有，刚刚哦没有，应该还有新的，那个是我啦，刚刚那个是我，亮亮，没有赛，哦，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来喝水了，准备好了来喝水是不是？啊，谁啦？我是阿波，卖个油啊啦。卖个安妮怕我妈妈，好晕呐，啊。我这边有人呢、欸，是谁啊？哎呦喂啊！我有没有玩到很困的感觉？那刚刚上一场大家都晕了，真的好晕哦、喔。我们不适合玩这样的。杰瑞真的在这哦、喔。对。我刚刚一直在放，我一个蜡烛怕卡在那个书架上面。啊？喂、欸？你、欸、哦，这里哦，为什么这边只亮一下、啊？就臭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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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了。I will find you. I kill you. 眼睛，好凶，好凶，好凶。还有啊，谁啊？啊、眼睛，坏眼睛，好眼睛，要顾眼睛。蜡烛，蜡烛是谁？你要顾眼睛。蜡烛是谁？啊，卖个勇啊！蜡烛是谁？要好好的顾眼睛哦。我要狙击蜡烛。眼睛。好皮哦！好皮哦！好皮呢？九级，九级蜡烛，要上来啊！我也上来啊！球传不出来的，哎呦！引球打出来，我这边可以下来，好酷哦！Surprise！ 你说火炉吗？对啊。有，我这好多人哦！好多人，这里好亮、哦，好了眼睛，这里好多人。不在这小雨吗？小雨死了、啊，我输了。小雨死了，我一直被丢蘑菇，我要吐了。真的蘑菇真的不要再丢了，真的不要再丢蘑菇了。蘑菇现在已经是物理性伤害了。我很抱歉，我等下换，我下一场换。你可以换惊吓皮卡丘，不要那个东西都不要，都吓死了。你可以去换一下，他设定有一个可以把那个改掉。哦，跟麦块一样是不是？有哦，就是吓人的那个。这里对，这边有哎、欸。还是楼。而且啊，把揪、哦。后面有把揪。哈哈哈哈哈哈！白骨小眼睛，这里练的太多了。小眼睛，好毒啊！这里练的这么多。弹幕游戏也恐怖。走开游戏，请走开。哇！竟然撑过了！弹幕眼睛哪里去了？啊！我今天我躲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也是，我被压没压到，哎呀！我也没压到、啊。我躲在墙后面的书，好丑、哦！我是躲在柱子后面一本书，我也是，啊，都是书。我刚本来是躲在梯子上面，但是我滚下来了。你滚下来，像是森林吗？还是什么？森林吗？森林会有？我忘记哦，我记得这一张啊，是森林还是很像地牢？啊，把蘑菇换掉了，好了。真的好晕哦！哇，地图也好大啊！有没有果子？啊，这张好像没有。啊，这上面有
啊，好像没有。好亏啊！耶，好大，真的好亏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有种完全没闻到躲猫猫的感觉，我很抗议，完全没有问题，游戏体验零的转移。哎，你有要走这吗？没有，我要走这里。哎、欸，好像都一样。我这样是不是很嚣张？你很嚣张哎！我看一下，欸、我很夸张哎！等下死死就算了。是你吗？啊、你我不知道，你打来看啊！我叫的应该就是我。哦、那不是，那不是、啊。没有，因为我刚在一个女巫面前跳起来。我看到一个在抽动的轮子。好大哦！好大！小苍安安，人在哪里啊？没有，有人也跟我一样嚣张的啊！我已经到处跑，被抓到了。哎呀！我现在机关枪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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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抽蓄的眼球，哎，打不到！啊，没了，没了，没了，软了！看来今天不能打斗阵了。没了，没了。有人在皮啊！我看到丢鬼，有啊，阿鬼，阿鬼，阿鬼，这里没有东西啊！哦，有法老的棺材，这是吗？好胖哦，猎人法老，好好胖，真的很胖，超胖啊！咦？真的吗？咦？哦，真的好胖哎！哦，不然把那棺材翻。那、我怎么还活着？哦，你不行这样。阿古威给养了快，快点快点！抛无限，抛无限，抛你这个，你要不躲、啊，再不躲啊！没事啊，我其实觉得这一只看久了，我觉得蛮可爱的，对不对？比吉娃娃还可爱。对，娃娃，把它想成暗黑皮卡丘就好了。皮皮卡丘，这吉娃娃有搞不好是愿意布啦。对啊，也是啦，也是啦。我有这边还可以这样走，哎呦！小雨手抖了一下，我没有丢到你。印象这张地图上次有没有？我已经数了。有啊有啊有有有有有。我要丢，我要丢丢你兔子。哦哦，耶！我来凑眼睛。我得一分，打掉一只眼睛。得一分。哎，看我的近战可爱耶。拿兔兔娃娃、哦？你怎么拿？你怎么有那个？是拿鱼哎、欸啊哦，是娃娃吗？娃娃啦，是娃娃啦。你打到眼睛了，打到眼睛了。啊！好耶，好耶，你没有打到我。过来。哇，软了软了。你躲鬼了吧？啊！好耶。怎么多啊？我不是刚打掉两只？那边超多啊，那边超多，打到两只又两只，两只又两只，打到两只又两只。小雨，小雨，我刚刚不小心引你过来，然后想啊，完了，我刚刚打掉允月的眼睛，然后看到他从某个地方附近又生了一个眼睛。我没有生，我刚刚没有生，不是我的。哎，所以你看到是另外一个人的，所以我是打到另外一个人的眼睛。对。Bobo 的眼睛 ，bling bling， 戳下来，哎呦，这边哦，这边哦，这个附近哦，哇，什么意思？小雨附近是不是？没错，那不是眼睛吗？是是飞出来的眼睛，可是不知道在哪里。我刚好像有看到一个路中间的桶，哦，他还在吗？谁、啊？好的啦，很烂呀、啊！天，还在当木炭呐？那眼睛是是我啦，不是我，怎么那么烂、啊？我是我，他是我啦，都是他自己，哈哈。没磨，没磨，有磨了。你要做事了，是不是？不要再吐了！吸到了，我吸到东西了。在我这里，在我这附近，在当木炭啦、啊，另外一个木炭。另外一个木炭，另外一个木炭，眼睛，我在烤火哎、欸，啊，小雨，小
小雨附近是不是？我找不到你的哦，你在这里哦。哎呦，看啦！我在找物品，它是个站在边边的。快过去啊！快过去啊！这个截图了，这个这个。哦哦，什么东西？这谁在跑来跑去？那也是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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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行，好想吐哦！哦，飞起来了，真的好想吐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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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可恶！可恶！不行了！可恶！可恶！我就一直看着你们追的那个眼睛，好怕他打到我。好吐！好想吐哦！我刚才看着小野追着三颗眼睛，然后我一直在丢兔子，疯了疯了。那个看起来很像有锅子哎，哪一个是很像有锅子的、嗯？有一个有锅子哎，那个紫色的光，哦哦那個哦、对，它的图上就是有锅子啊、哦，紫色烽火台。啊、哦、好，紫色烽火台，看起来就像是有锅子的，那就这个了。没有没有，刚刚好像第三张、第四张。哦，可是第二张、这张、这张好像也有啊，这个有玩过。哎、哦，找有没有，我们要找锅子。对啊，这张看到南瓜灯啊，我没有看到锅子啊，这个没锅子哦。哇，待会再看一下。阿纪，哎，来，啊，对对对啊。我去。哎呦，没有锅。当女巫的。好耶！好耶！哇，猎人好痛苦哦。还好吧，还好吧。没有，我现在很晕了，你知道吗？那那你走慢一点。可是我没锅好，输定了。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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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新的声音宝贝？天花锅，锅子魔神，锅子魔神，锅子魔神，炸薯条。不要，怎么冲下去？不是你讲锅子，不要讲出来，你这样子你经理会生气哦。好好，油锅干嘛？哎，这里有闪一下呢。我想不到了。你不可以打哦，油锅魔神会生气哦。我很抱歉，喵哈。阿弟，有哎，这里还有哎。阿弟，他顺走了。啊、阿波、欸、阿波，外面这里还有一個……哎、欸，没有了，没有了。哎、啊，那行、啊，不好说，不好说。让他走这啊！哎，让他走这啊！哎，没有，我在检查。你听错了，你听错。你听错了吗？西瓜枪啊，没吃到。什么西瓜？西瓜枪？机关枪？机关枪？他不是有个机关枪吗？西瓜球！西瓜球！西瓜球！哎、欸，没有东西。哎、欸，这啥？哦。要走一下，休息一下。对，你要停一下，你就停下来找就好，你不要走。对啊，你找一个高处站在那边不要动。你有鸡的话，你就站在一个原地，然后往四面八方丢。然后那个视角不要转太快，慢慢转就好了。或者是你整场当猎人就不会晕了。I have no chicken。他是猎人，他就是猎人会晕他，猎人会晕。猎人看他一次看就是五千。对，嗯，这里都没有，躲这里没有。啊啊！会有，这里会有吗？没有没有。这边没有，在哪里？阿特，嗯，没有。谁呀？会有。哎呦！嗯，看到了。在哪里呢？哎，不到。哎，我找到了，白痴！哎，我这里，我这里，你找到了。我是个烟抽。烟囱，你踩在烟囱上嘛？不是眼睛吧？太贱了吧！右眼睛，打好久，眼睛打超久，这也太不猎人了吧？猎人超多，可是我的吸没吸到东西耶？在哪里呢？我自己还可以出去哦，我以为这边不能出去。看到一个 2K 的猎人，女巫现在可以躲在那个猎人的脚下，就我最安全。我来保护你们，我来保护你们。哎，白痴！快跨机，你站太久了。我来保护你。完了！这么大个，完了！这么大个，完了！
超大一颗。哦，还可以加入哎、欸！哦，太好了，啊、不然叫我待会开房，我又是我是猎人，直接哭给你看。啊？嗯嗯，在哪里？哦，这个墙居然是可以走的，太过分了。对啊，好神秘，差谁啊？太神秘了。小雨、孟娜跟……哎、欸，小雨刚刚有看到 QK 的猎人、欸，这里好像有闪一下呢。好像我等一下鸡，我刚刚很多猎人在那边丢。哎、欸，这里好像有呢，阿旺那边是不是？嗯，是我、欸、西瓜、哦、西瓜、啊、西瓜，哎、啊，没有，哎，没有了，原来是西瓜，是真的，真的，真的啦，真的啦，哎呀的啦，没有了。早已出来啦！我是女巫。哦，你是女巫啊、哦！是女巫，你没变。我是女巫。你这么拽，那还是没看到你。而且开场就没有动作。哇哦！好会，开场真的狠呢。对，静态视力。对，大家静态视力。好像会在树上哦。像刚刚看没有啊？还是在树上，四周围城堡四周围。我刚看到有人跳到树上了。哇、哦！波波、啊、波波跳树上啊！我也在树上了。难怪你看到他没有动啊？怎么听到有人被打了？哪里是没动？哇、哦！在这里面有一个是在井里耶。我在水井里面。啊，小雨嘞，小雨出来动过、啊。没动过而已呢，哇塞！我没有动过、啊，太寒了。你抬头，你抬头，这是谁？我看到了，看到了，好狠！哪里啊？我刚超多人站在那个树上，然后看着我、欸，真的没看到哎、欸，好黑，好太灰了，太灰。我是一个全身超黑的，好狠、喔！最后一场吗、嗯？你们是说哪一种？好像没有过，好像没有，这四张都没有。啊，纯属没有，没机会。墓地也不知道有没有。哦，刚好在墓地啊，看一下。墓地不知道有没有。刚好在墓地啊，可以看一下。我记得他原本好像有一个锅子，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活动的锅子。裂了。我们先找一下。因为女巫如果头是火焰的话，真的是很明显。对啊。所以我都换那种超不大蜡烛。嗯。看那个头是火的那个女巫。啊，这间屋子哦，这间屋子确实，哎、欸，不能进去哦。真的有锅子啊。找一下锅子啊，找一下锅子啊！看我魔神了，魔啊，魔啊，魔你，魔妈妈魔你，哎牛，哎哎，哪里有啊？这地下室吧？没看到，你也很皮嘛？这是谁啊？我啊，锅子，没有看到锅子，看到锅子吗？这位女巫没有，没看到锅子，没有。嗨，女巫们！嗨，我怎么？我用视讯镜头看。哎、好恶哦、喔！好恶哦、喔！小雨，小雨，回头看。啊、没看到哎、欸。这张好像没有哎、欸。这张没有。你们两个怎么站在这里啊？有两位站在奇怪的地方。有看到铁达尼号？人头。哈哈哈哈哈！那我排队，我们在排队。你在拿免费的东西干嘛？他没看到吗？他应该有看到吧？他应该是在看别的吧？哦，有在找锅子吧？这张也没有锅子哦。哇，对啊，这张好像没锅子。哎、欸，对耶，我算了吗？你要干嘛？我跟他移动的火把。你说照明是不是？因为我现在用视讯。视讯头啊，然后、欸、哦，有了，会跟着头变出来的也是、欸、哦，好、哦、有了、我要排队了，我再多一个我自己，他在排队，在排队，哎呀，是不是太多了？是这个吧？他在排队，还在这边一个我啊，排队什么？你在哪里啊？我在屋顶有吗？我在屋顶，屋顶，就是这样子，看到排队就跟着排，看到排队要跟着排，我要排。来来来，是不是啊？来照相哦，照相哦，来，一二三，来耶！我还没到，
到时帮你披上去有没有？披在哪里？我只能在这里了。你们中间安插一个柜子，桶子啊！哎呀，桶子在乱飘！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桶子真的还假的？桶子可以，你可以变回来按着左键。没有啊，这没有假的啊，是假桶，他太飘了，不可。哦，我撞到自己受伤了。这个灯是什么？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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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过来，上去集合，上去集合。这很，我上不去，我没有飞行。跳了，跳了，跳了，跳一下。哎呦呦呦呦！跑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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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看镜头。要看哪边？那个吗？有一只假女巫啊！啊哈哈！就第一位啦，第一位啦，又排在最后面。中间的女巫比较胖啊，我好像是，我好像没办法过去排队了，不坏掉，对啊，来，我这个位置放给你，我让位置让给你，感谢，下去，上去，上去，哎呀，你过了一个女巫，左右掉了，那是变出来的，变出来的。变回来了，不要导致也变出来。你要勾，你要勾可以勾这个，你要勾可以勾这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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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拍照，拍照，哎，有吗？我帮你们增加一点声光效果。好好好。会亮，会亮。啊，这样不是不是打光师？对，帮你们打光，帮你们打光。我只能打这个。你可以可以，那个蝙蝠可以当做万塔杰。等一下，你要飞过来啊！哎，还有眼睛被勾坏了。眼睛被勾坏，好难过、哦。没关系，你再召唤一个眼睛。哎呦！哎呦！爸爸就我被踩烂了。眼睛被踩烂。爸好多颗眼睛。八颗。我眼睛要来了，眼睛要来了，眼睛要来了。哎呦喂呀，这个有点艰辛。小艰辛。那个头小艰。哎呦！哎呦喂！谁丢树子啊？我都看到了。我是一颗头，我想要上去啊！剩三十秒，看团来的急不急？喂，哎、欸，头上来了，哎、欸，来，头变回来一下头。七个会有七个女巫，哎呦呦，都到齐了，都到齐了，都到齐了，我插不进去啊！拍照，还是你可以踩一下我，让一下，八个女巫，不行。这样来不及，那我就这样吧。那我就这样吧。用来插队啊！啊啊！屠杀！屠杀！屠杀！最后了，最后了！大屠杀！大家都晕了啦！真的晕了。那今天特别晕呢，到底没有没有，因为那个啦，小空间啦，刚那个太小了，我们要全部挤在那边，那所有人挤在那边，对啊，哎，这地图有，到这边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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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其实有波子哎，刚刚吗？是哦，有吗？在哪里？沉睡玫瑰之墓那边是有的，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哦哦哦，哇，可惜。就算了，休息，晚安，晚安，晚安。没有，哇，好晕哦！天哪，我想说这款游戏没有玩到晕过。哎，感谢小昌来看台，谢谢啊！快吐了。哦，我本来想说十点后可以玩那个斗争或是世界。我这边应该开不了了啦，就好好，对啊，就是下午都爱睡觉，因为最近作息变得好乱哦，最近睡两小时醒来，三小时醒来，然后偶尔会睡到突然十小时，像昨天睡太久了，房间还热吗？白天还是会热，而且最近不是有台风天，啊。好，我想一下、哦、还有什么可以跟你们聊。嗯，好，没有。还有什么事啊？想一下哦。
礼拜二十九号有事要忙，我哪天有事啊？想不起来哎、欸。完了完了完了，这游戏很晕吗？不会晕，是刚刚地图空间太狭窄，就像刚刚跑迷宫吧，然后刚刚他们说那个走道里面就很晕。人号后面大家有点不想动，而且声也变少了，就这样子。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啊。冬天也会中暑？会啊，也不冬天啊，现在是秋天啊。建立，对，内容。好啦，感谢大家啦。来，我们说晚安环节，来来来来来，开始打巴巴的，打晚安的，我一个个讲。啊，活动到十分哦，活动只到十分哦。LBSHS， 对不起，晚安晚安。他不能就去安妮那边，我的天哪！我看一下哦、喔，再来是安雪莉晚安，晨晨晚安，丽恩晚安，信晚安，悠晚安，番茄晚安，悠悠晚安。哭了哭了哭了。啊！一只小熊熊晚安，彩铃波摇晚安，这次晚安 ，Y O N G 四八六九六晚安，疯了不正常晚安，白熊晚安，他不能揪去那边，得了。还有谁哦？麻糍。开多久了？还在开，看看麻子可不可以？麻子也不行啊！好啦，那就原地解散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